全募兵制确定将三度跳票了吗？军方表示，考量战斗部队兵员还有诸多因素之下，将会续征义务役男入役伍。那么确定明年将会续征82年次以前出生的部分役男入营服役。那么至于83年次之后出生的役男，接受4个月常备兵役军事训练不变。 国防部昨天表示，针对82年次以前出生的役男，原本呢应该服役年役务役或是替代役的服役问题，目前呢尚在做最后阶段评估，决定之后将会立即向大众说明。而国防部强调，83年次以后的役男，依照兵役制度服4个月军事训练役或是替代役的既有政策，不会改变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也没有所谓跳票问题。